它妆不够浓，再加上眼影什么的。你的手怎么抽了一个豆腐？它的那个口红一涂上就好那个。哎呦，这个，哎，你这个真的是挺水润的，这太空了吧，我这还有点时尚了。这呢？为什么你的这么紧？他啊，他还没穿，我真的不敢，这个够长。懂得好多呀，小哥哥。你那往下巴是下垂。这个胸型不错。是看着让人想摸的胸型。年轻的男人，闭嘴！谁准你说话的？漂亮！你笑什么？都是你的馊主意。你笑什么？都是你的馊主意，不是你说。小红书。